很多人都喜欢吃水果，每天都会吃上一点。但是，好吃营养又丰富的水果，到底应该怎么吃呢？苹果含最多果糖，有肌酸、果胶、微量元素。异果胶属于可溶性纤维，促进胆固醇代谢，降低胆固醇水平，促进脂肪排出。二、微量元素钾扩张血管，有利高血压患者。锌缺乏会引致血糖代谢紊乱与性功能下降。三、可调理肠胃，纤维物有助排泄，对腹泻也有收敛作用。四、苹果皮加数片姜煮水，搁止呕吐。小贴士：润肺糖水，苹果数个加一两百盒，加石斛15克，加南北杏9克。西瓜性质寒凉，胃寒，孕妇身体略燥热，底子寒虚之人不宜，强壮湿热之人适宜。小贴士：不慎吃多了解约做闷，可含一片生姜解救。梨体质虚寒，寒渴者不宜生吃，必须隔水蒸或放汤或与药材清炖。天鹅梨、香梨、桂梨偏凉，皮粗的沙梨和进口皮梨更寒凉。南北杏梨带寒，加银耳偏凉煮糖水，制生砂口干，但较适合本身带湿热或驱火需要清热之人。小贴士：南北杏梨带寒，加双倍母9克煮糖水，强补肺气。南北杏梨带寒，加百合煮糖水，养阴安神。芒果不宜多食，有药用价值，性平味甘，解渴生津，哮喘禁忌，少数的富含蛋白质水果之一，多吃一饱，宜益眼、润色皮肤。二、解毒消滞、降压。三、止呕、治运喘浪、迷喉桃。咳嗽时进食可能会加重病情，因维生素 C 比苹果高20-80倍，比柑橘高5-10倍。这种抗氧化物可有效阻止致癌物质亚硝酸胺在人体内形成。二、调中下气，滋补强身，清热利尿，清内润脏。三、治内热心烦，防治坏血病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病、癌症等。四、对于抑制消化道癌症和肺癌别有一手，山竹、雾与西瓜、豆浆、啤酒、白菜、芥菜、苦瓜、冬瓜和叶汤等寒凉物同吃。小贴士：不慎吃过量，用红糖竹姜茶解之。菠萝生津和胃，性质湿热，气管或支气管敏感的病人进食需进盐水，让部分有机酸分解，减少其毒。宜富含纤维，能刺激肠道，具收敛作用，酌量不会腹泻，可帮助止泻。二、健脾胃，固元气。菠萝胆在胃中分解蛋白质，帮助消化。三、吃后感到喉部不适就是过敏症状，需喝一杯淡盐水稀释致敏成分。榴莲需寒见补用，性炽热而治，癌症或康复者、皮肤病或阴虚干热者借口，体质虚寒者吃可壮阳助火，产后虚寒者可做补品。小贴士：吃过量可立即吃几个山竹化解，荔枝惹火尤物，壮阳湿热阴虚火旺者，皮肤病口干舌燥、失眠不宜吃，痛风、糖尿病者不宜多吃，体质平和或虚寒者可保享。小贴士：吃过量者，吃性寒的西瓜或喝一碗荷叶冬瓜水。椰子性质温和，椰肉可补阳火，强健身体，适合身体虚弱、四肢无力、容易疲倦者，体内热盛者不宜，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多。小贴士：椰子水加筛参加百合加石斛等于清热养阴，椰子水加冬瓜子等于泻肺火，椰子水加性凉的银耳或清补的黄耳。另下面这张表你可得收好了，贫血：葡萄、橘子、发茄、苹果、草莓、樱桃；胆固醇过高，山竹、核桃；高血压，香蕉、西瓜、葡萄、番茄、核桃、柿子、桃子；动脉硬化，苹果、鳄梨、核桃、番茄、香蕉；中风，苹果、柿子、凤梨、奇异果；心脏病，苹果、猕猴桃、梨子、西瓜、凤梨、核桃、香蕉；呼吸系统、气管、肺部疾病、支气管炎，葡萄、苹果、樱桃、梨子、柿子；哮喘，葡萄、桃子。
肺结核、梨子、桃子、枇杷、木瓜、消化系统、肠胃、肝脏疾病、胃炎、苹果、葡萄、肠炎、凤梨、香蕉、苹果、葡萄、番茄、石榴、腹泻、苹果、杨梅有胃痛、木瓜、消化不良、梨子、草莓、痔疮、苹果、柿子、桃子、香蕉、无花果、肝病、草莓、李子、苹果、葡萄、香蕉、膀胱炎、西瓜、桃子、尿道结石、西瓜、猕猴桃、尿失禁、桃子、李子、尿道炎、桃子、葡萄、内分泌失调、梨、苹果、猕猴桃、葡萄、桃子、香瓜、木瓜、野、耳、喉疾病、木瓜、声音嘶哑、葡萄、枇杷、夜盲症、木瓜、骨骼、关节、皮肤疾病、葡萄、枇杷、手术后愈合、草莓、背痛、猕猴桃、西瓜、梨子、柑橘、腰痛、桃子、痛风、猕猴桃、凤梨、关节炎、葡萄、枇杷、跌打伤、木瓜、皮肤病、木瓜、草莓、苹果、核桃、口腔发炎、梨子、橘子、梨子、牙齿疾病、草莓、橘子、李子、感冒、草莓、芒果、凤梨、枇杷、柠檬、孕妇止吐、梨子、苹果、柿子、孕妇产后恢复、苹果、核桃、增加体力、防老化、苹果、香蕉、胡桃、胃口不佳、葡萄、促进成长、苹果、梨子、香蕉、草莓、香瓜。水果特性：寒凉性水果适合湿热体质，西瓜、水梨、葡萄柚、柚子、椰子、橘子、硬柿子、山竹、番茄、香瓜、香蕉、甜瓜、黄瓜。热暖性水果适合湿寒体质，龙眼、荔枝、芒果、榴莲、石榴。性：平性水果，发冷，苹果、葡萄、柳橙、木瓜、草莓、樱桃、桑葚、荔枝、香蕉。司机少吃，多吃番茄可防晒，多完成为工作不累。橘子越甜越能抗癌，柚子会让避孕药失效。饭后吃水果易得糖尿病，鸡心草莓吃了伤肾，心脏不好少吃西瓜。每天吃水果别超二种，西红柿可以治腋臭，儿童常吃橙子和香蕉可防白血病。西瓜不宜冷藏后吃，不要私存，放到圈子里，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